我真係覺得自己發緊夢啊！不過啱啱咪自己係痛嘅，所以係啊，即係我覺得今日即係啱啱都有講啦，其實好似即係好似過山車咁，因為我今日其實係即係入咗行兩年，今次呢個台慶其實算係 involvement 好多嘅。咁跟住即係其實我覺得如果係阿姐贏，我真係好開心，我都準備為佢歡呼啦。點知最後係為自己歡呼咯啩，即係贏咗啦咁樣咁樣啦，但係嗰下會唔會有啲內疚啊？真係全場咧都喺度支持 Lisa 姐嘅，即係會唔會其實有啲尷尬嘅？即係支持 Lisa 姐定支持 Lisa？ 係啊係啊。一開始係，但係我之後我又聽到佢哋喺度嗌我嘅時候，咁其實我覺得無論係 Lisa 姐攞或者我攞，我都覺得係一樣咁開心，因為如果阿姐攞，我都覺得好開心啊。其實我好想睇下我阿爸阿媽而家係咩反應，係因為其實未知㗎。他們一定知道一定有，其實他們全程都有看著，即是我玩單槓的時候，他已經說有很多朋友已經 send message 給他說很緊張，不知道他做得幾下呢，那怎料去到最後贏到，我真的很想看看其實他們什麼反應，還有我很想即這筆錢是跟他們分享聊聊，究竟他們想要什麼 去即滿足到他們。加加不是因為即供了我很多年讀書，剛剛又碩士畢業，所以我很想即係同佢哋分享呢一筆錢啊！